或者占到天师德、老天见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前前节或者机会先讲。那因为各位都很客气呀、啊，都不敢问，所以有很多啊，我们一些哦基本的一些修持功夫啊，等于都是没有啊做得很踏实。那傅学呢就啊在这个上课呢之前来讲，说我们呢啊要关照我们的念头，因为呢我们对这个关照的这一门功夫啊，可以说还没有很熟悉呀、啊。那关照的那个对象哦，可能还没有抓到哦那个定点。我们呢这个可以说从啊凡夫地一直修到佛，这个离不开关照，关照呢都是要做的哦，因为我们有关照才会了解到自己的心。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要先了解说我们呐 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很多的念头，我们都不知不觉。那现在呢我们开始观照的时候就要先了解哪一些是时以妄想，哪一些呢是时以杂念，哪一些呢是时以我们佛性本身所发挥的功能作用。那我们对这一些要观照的对象了解了以后，我们做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做得会很快，就会有功效出来。那所以在开始观照的时候先要知道说这个妄想是我们用力用心去想的，是跟尘相对产生的。那这个妄想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去掉，因为只要我们把心里面要想的这一些念头全部都抹煞以后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这个妄想很容易我们就可以去去掉它。那么我们要观照的是时以那个杂念，杂念就是我们没有心去想，它自己跑来。那么这个杂念就是我们已经在六道轮回太久了养成的不知不觉的习惯。那么这一些习惯性它已经很久了，我们都在用，但是不知不觉。那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假如说遇到我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妄想，可是呢念头它一直自然跑来，那么这个呢自然跑来的就叫杂念是我们六道轮回这个产生的东西那杂念我们不关照的话它不会消失，它永远都在。那只要我们关照这个杂念它刚开始的时候力道会很强，然后呢那个次数会很密集就是很多。那当我们呢要观照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跟它对立只是说它一呈现的时候有念头来了，我们马上就是看住它，就好像呢我们在家里看家，然后这个小偷呢他一从门一探头看主人在看家那个小偷就不敢进来偷东西他就会离开所以我们对那个杂念的来我们看住他，看住了以后他就不会往下延伸了不会一念接一念，然后呢那个念头消失，那消失以后马上又会来又会来，我们又同样的方式又看看，然后它又消失，然后又来又看就这样了，这样很简单的可是呢这个要有耐心那刚开始的时候它很强，那个来的力道很强，然后那个很密集就是一直一直呈现都是有那些念头。那我们就是看住它了以后
哦，它会慢慢的哦那个力道啊减弱，然后那个哦树枝会越来越稀稀疏疏，就是越来越少。啊，只要我们哦这个锲而不舍，就是不要放弃哦去关照，终究哦这一些杂念啊，它会全部都不见的。那不见的时候啊，哦我们妄想心又不起，哦杂念又没了，又被我们哦关照哎到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已经啊可以清净了。那各位浅显哦，开始做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那个是要使我们佛性本体呈现。那等到我们的佛性本体啊，整个都呈现，哦一段时间内，它会有般若妙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哦，各位浅显，我们那个哦般若妙智慧啊一出来以后啊，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了，哎啊，只要我们哦肯按照这个方式。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自然而然哦，它会哦呈现的般若妙智慧。所以这个般若，它是我们性哈、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具备的，哦不是我们啊落入凡尘学来的，不是的。只要我们对凡尘的这一些哦见解啊不放下，我们的般若不会产生。所以一定要把。哦、我们在凡尘所看到、所知道、所学的，全部都放下。哦、之后啊，般若才有。哦、那般若它是呢，我们哦性分之中哦所具备。那等到呢啊、时间久了以后，我们会对呢周遭的所有一切现象、周遭的所有事情啊，都会很了了不明。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啊，有一些浅显会以为啊，哎，怎么我念头又变得这么多？其实那个时候的状态哈、哦，那个不是起心动念，而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已经很灵敏的呈现。那呈现以后啊，哦，那个是本体，然后呢，了了分明是功能作用。哦，啊，这个时候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哦，我们当下没有起心动念。可是呢，对周遭的一切啊，哎，都了了分明，哦，那个不是我们起念头，那个是自然哦呈现的现象，哎，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这个状态，哦，第一个，哎，就是妄想，我们不想，哎，就可以去掉；第二个杂念啊，我们要关照，关照杂念才会消失，杂念消失，妄想不起，然后我们呢，哦，就清净。然后呢，我们心呢、啊、一清净以后啊，就回到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哦啊久了以后，那个啊灵敏度就哦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哎不要以为说哎我没有起心动念啊，怎么念头这么多？哦那个不是，是我们的佛性发挥的功能作用，了了分明。这样各位了解吗？可能因为哈、哦、我们这个接触的时间哈、哦。哦，还不是很长，才半年嘛，哈、哦，对不对？到今天不是半年嘛，我们中间才休息一个月，哦，算起来才五个月而已，哦，算起来我们的哦进度啊很快啊，哎，那个北部都很称赞，说我们哦那个当时回想，最少也要一年哦才能够听得懂，哎，进了南部哦，他们半年就可以听懂了，哦，很羡慕哎。我说南部比较单纯，没有像北部的生活比较复杂，哦，所以啊，这个领悟起来就没有那么哦容易呀、啊，哎，那我们南部这个生活比较单纯哦，领悟就会比较快，哎，那假如说我们又肯用心的话，那更快哦，一路千里哦，进步得非常快。好，我们呢这个可以说永嘉大师正道哥啊。哎，已经哦讲，五次了嘛，哈、哦，对不对？北部的浅显说，哦，这个讲得慢哈、哦，啊很详细呀、啊，哎，这样哈、哦，因为以往听呢，大概这个永嘉大师正道哥顶多是讲两个礼拜而已啦，两次哦就可以结束了，我们这边竟然讲五次了哈、哦，才讲一半，哎。
不过要就是要了解啦，没有了解的话，我们讲的快慢的那个都无关紧要，重点就是在了解它的含义。那永嘉大师啊，把他的那个修正的那个过程怎么领悟怎么修持啊，都讲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那些过程，我们也来这个学习效法，那我们一样可以进入啊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可以证悟成佛，是我们最大的那个希望。我们刚讲到翻过来，对不对？好，那个一切的这个四句呀，非四句，是不是这边？好，因为呢，我们了解到说，在凡尘的所有一切那一些这个名言法句呀、那个四句非四句，就是我们对凡尘的所有一切。有名有相的东西呀、我们一般呢都会去了解，然后呢会住相，会在那一些名言法句之下，我们会住在那一种状态之中。那所以永嘉大师呢，就把这个我们会住的，他把他呢这个讲得透彻啊，说一切呀、这个四句非四句，那个句啊，就是对那个一些名词里面的那个含义啊，把它呢阐释讲解出来，所以我们呢了解说这个都是工具，是我们借我们用那我们呢不要住在这一些呢这个名言四句里面。因为一住了以后啊，我们对自己啊那个进步啊就会有障碍。那假如说我们借的这一些名言数据的话，那对我们有帮助。所以呢永嘉大师跟我们讲说呢，一切那个数据啊非数据，就是两边呢都不要住。那么以五灵觉啊合交涉，就是呢对凡尘的这一些所有的名言法句呀、跟我的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呀、它没有交集，就是没有关系呀、那一些呀、是那一些这个是这个，所以那个永嘉大师呢就讲说以五灵觉呀、合交涉，那一些呢名言法句跟我的佛性啊没有相关啊。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那个名言法句啊，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是帮助我们了解啊，这样懂的意思吗？所有这一些名言跟呢这个法句这一些文词啊，都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帮助我们。那当然是跟佛性本身啊没有交集没有交涉啊，可是呢我们可以借着名言法句啊来了解我们的佛性所以呢永嘉大师就讲说以五灵觉啊合交涉，不可回啊不可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不可回，就是呢你要把它毁坏你毁不得，没有办法毁坏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我们毁坏不得。我们可以毁坏虚空吗？不可以，对不对？没有办法去毁坏它，对不对？我们跟虚空作对啊会裂的是谁？就是自己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那个佛性啊就是啊不可回，那底下也不可赞，你称赞他一直称赞他呢也称赞不到，因为他没有形象所以不可回啊不可赞。那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非常的那个殊胜，很超然的不属于凡尘的所有一切啊，可是呢凡尘的所有一切啊
都要依赖他。哦，他不施于凡尘的所有一切，可是凡尘的所有一切呀、啊，都要依赖哦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哎，所以我们了解说，本体呢是不可回、不可占。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回也回不得，你占哦也赞赏不到他。哦，体肉啊，虚空呢？哦，物啊，啊，这个啊，牙暗，就是呢啊，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啊，好像虚空。哦，那个哦物啊，哎，就是不是的意思，就是没有。哦，没有边际呀、啊，没有牙暗。哎，我们一般呢都有一个尽头。那我们的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哎，它是无量无边，哦，没有一个尽头，哦，没有一个边，哦，边岸，所以呢，哦，体若虚空的，哦，物也暗，哦，不离当处啊，常湛蓝。所以或许说，哦，这一句话，哦，这个不离当处啊，常湛蓝，这个是哦，这个一句啊，就可以抵百喻呀、啊，哦，一句话。可以哦，抵得上哦百亿的价值。可是，假如说我们不了解它的意思哦，就不知道它的价值在哪里。哦，那我们要了解说，不离当处，当处呢，就是我们当下，哦，当下眼前所处的地方所在，就是当处。然后呢，常湛蓝，那个哈、哦，那个湛蓝常寂呀、啊，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那不离当处呢？就是在我们的当下，哦，就是呢，啊，我们的当下，哎，就已经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原始状态。跟之前呢，我们有讲那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哎，我们讲说哦，十世古今啊。哦，那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哦，那三个啊，哦，各有三世啊，就九世。那加哦，我们现前的哦正念，我们现在眼前呐、啊，没有念头的那个正念，那一念一世，加起来刚好十世。那么十世啊，就是古今，它贯穿了、啊、古今亿万年，亿万年前，亿万年后。都不离开呢、哦、我们当前是一念、哦、就是正念没有念头的这一个正念、哦、这个当处、哦、物离当处常湛蓝所以呢跟讲那个、哦、十世古今、啊哦、不离当念是相同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是呢要活在我们当下、哦、都没有念头的那一种状态之下亿万年前就已经是这一念，亿万年后还是这一念，所以这一念呢具备的哦亿万年非常久，所以不离当处常湛蓝，就是呢在讲这个意思。这样有没有一点印象呢？有没有？有。哎，就是哦在讲哦，我们呢啊虽然说哦这个佛性本体啊非常抽象哦，没有办法去。哦，了解到他的状态，可是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哦，我们能够万年都放下了，万年放下呢，一念不生，这个叫正念。哦，这个时候这个正念呢、啊，是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成佛就是这个在成的。哦，我们要呢把它哦启发，然后呢哦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哦，这样呢，他成就了，哎，我们就可以回归本位，哦，都，哎，每一位呢都是佛，哎，所以我们要，哦，自我期许啊，我们本身呢、啊、就是佛，佛在我们自身上、啊，所以不离当处常湛蓝，这样有没有更了解了？哎，就是我们当下就是佛，哦啊，所以跟佛都没有两样，哦，我们当初。哦，这个时候啊，哎，整个呢，啊，都是呈现了 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哦，所以啊，这一句话呢，是最有价值，哦，不离当处，
常湛蓝，哦，常住的湛蓝呐、啊，哦，常起的，哦，那个呢，好、啊、原我们佛性的原始状态。密集之金呐、啊，不可见。假如说哦啊，密就是寻找，哦，假如说我们在寻找，哦，寻找佛性呐、啊，那就知道哦，这个寻找的人呐、啊。哎，就是没有办法见到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密集之金呢、啊，不可见，就是见不到、啊。各位见到了没有啊？有没有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有没有？都没有把握啊。哦，要有信心了哦。哎，就在我们呢，哦，这个万念都放下，哦，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哎，我们那个哦觉，那个觉就是正念，哦，就是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哦，佛的知见啊，哎，就是从这一个发生，哦啊，所以哦这一个啊，就是我们要哦努力啊去追求的。那假如说我们向外啊去寻找，哦，要去找佛，哦，这个密啊就是寻找。哦，密集之金呢、啊、不可见。假如说你在寻找向外去寻找佛，那就知道你一定找不到佛了。这样了解意思吗？了解。哎，一定要回光返照哦，才能够找到佛了。哦，啊，密就是向外去寻找，那向外去寻找绝对找不到。哦，所以这边呢，永嘉大师就讲，密集呀、啊，之金不可见。哦。所以呢，我们、哦、要回光返照，哎，就是要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只要有空闲啊、哦、我们就做哦这个万念放下，然后呢这个一念不生，哦，各位先生，只要我们哦，哎，在开始的时候啊，哦，用一点心，哦，从有为有所作为，哦，有空闲的时候啊，就努力做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等到呢吼，我们都已经做得很习惯，很习惯了以后啊，只要我们一做下来吼，自然而然就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啊，已经进入到无为，哦，所以我们从有为入手，然后呢做到无为，哦啊，无为的时候啊，无所作为，自然而然，连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都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睡觉的时候自然会做，哎，那就很理想的、哦、我们整个啊那个佛性呢、啊、就可以呈现、哦、就可以啊借假修真、哦、借着假的身体啊来修真的佛性、哦、就已经呢、哦、不虚此生了，我们这生呢就很有价值，哎，所以一定呢、哦、要努力、哦、起不得、哦、舍不得，哎，这个永嘉大师啊，在讲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哦，就是取不得。我们呢，哦，要取，哦，就是啊，取不得，没有形象。然后呢，我们说啊，都不要它，要把它舍掉，也舍不得。这样懂意思吗？你想要拥有，哈、哦，哎，它挡不掉了。你想不要它，把它排斥，哈、哦，竟然也推不掉。这样懂意思吗？嘿，我们佛性、啊、很有意思、哦、嘿，所以、哦、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养那个宠物啊、哦哦、那个猫，假如说你要猫、哦、在你的身边、哦、跟你都、相处得很融洽、哦、你就要轻轻的、哦、抚摸它的那一些、哦、诶毛、哦、猫的身体，猫的毛，轻轻的把它抚摸、哦，他就会，哎，就在你的身边哦，待得住了。啊，你想要哦，你觉得他很可爱，你想要拥有他，你把他抱紧了，各位亲人会怎么样？他一定逃走的。你要抱他哦，你要给他抱安哦，伊就紧走，对不对？可能我们都没有养哦，所以才不知道。不过看也知道，想也知道啊，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的佛性哦，也就是哦，像这个样子，哦，取不得，舍不得啦，你想要拥有，想要排斥，都不能够得到。那为什么会哦，取不得，舍不得？就是哦，它是始于啊中道。那我们取舍啊，哦，取就始于哦喜欢，舍就始于讨厌，是始于两边呐。哦，那我们佛性啊。是始于中道，那我们呢，就是要哦，在中道之中，哦，不要呢落入两边，落入取舍，有取舍啊，有喜欢讨厌，就有情绪啊，然后我们有情绪哦，我们就已经不讲理呀、啊，所以修道呢，最怕哦，情绪一来了，都不讲理了，哦，那个啊，不可理喻呀、啊，所以我们哦，这个。啊，修道人呢，哦，不可以有情绪，要把情绪啊都摒除，哦，要理性的跟感性的来生活，哦，就会过得哦很如意呀、啊，哦，所以我们要自己呢，哦，这个了解，然后自己啊去做，不，哦，不可得中呢，怎么得？哦，这个永嘉大师呢，又呢点开一个巧妙之门呐、啊。所以我们呢，一直想得到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啊，什么都不得不得，什么都不要的时候啊，那个哈、哦、就已经啊妙得在里面了，哦，那我们想真的得就有失啊，那得失是两哦两端哦两个方向，有得就有失啦、啊，那我们哦心呐、啊、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回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哦，没有得，为什么？只是回到原来的状态而已。哦，那我们因为在凡尘啊，哦，这个六道轮回太久，所以我们会把哦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都没有遗失，感觉好像遗失掉了。所以我们用呢，哦，好像遗失掉以后，好像我又得到了。哦，那我们实际上只是回到本来。而已，哦啊，所以进入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啊，就哦没有得，没有失，没有生，没有灭，哦，没有两边对待，哦，已经呢都在中道，所以这边呢，哦，永嘉大师呢跟我们讲说呢，不可得中啊，那个哦全部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形象啊，所以不可得，哦，没有形象都不能够得到。啊，你能够哦了解了，那个就算了哦，已经呢是妙得了。哦，默时说呢，哦，说时默，这个默，沉默，就是哦不讲话的时候啊，哦，默时说啊，就是了解真理了以后，或许都啊一直鼓励说，了解到真理的以后，一定呢哦入圣啊，要记得回还。进入哈、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啊，那个佛性本体呀、啊，叫做入圣。然后呢，我们要记得回还，回来凡尘哦，度化众生。入圣呢，要记得回还，知道这个意思吗？嘿，都、就是讲有好哈、哦，道修薄了，哦，这么好的，能够脱离苦海的，哦，这个可以呀、啊，入圣。那我们要回还。来度化呢？哦，还在苦海的众生，也哦，这个引进他们啊，跟我们一样哦，进入啊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哦，所以呢，这个末时说啊，想讲要点点，他们古吼这家伙呢，无敢讲敢会使哦，所以就哦一直想讲哦，这个呢末时说。可是呢，这个说时又末，为什么一讲一讲一讲，讲了以后，这个道好像不是我讲的这样的，哦，跟讲出来啊，自己领悟了以后，跟讲出来啊有差别，哦，不会说跟自己领悟的完全都一样，哦，能够讲出来，所以那个哦奥妙的地方啊，没办法说，所以才有。哦，这个末时收啊，收时末，想了解意思吗？就是我们哦，有好爱道修补，哦，爱呢
啊，把所有的哦，我们周遭呢亲朋好友，哎，跟他们讲，要呢研究啊性理心法，哦，透彻了解，我们可以呢回归哈，哎，原来我们是当佛哦那个本位，可以回哦回到本位。大师哦门开呢哦无永舍，哎，这个大师呢就是现在啊，哎，这个大开普渡。哦，这个门呢，哈，都已经开了，哦，再怎么多的人来求道，都不会永舍，哎，所以哦，这个大道，哎，就是没有哦那个四目的哈、哦、那个限制啊，哎，不会说哈、哦，哎，有多少人哎就哦到了停止了，不会，哦，所以呢，现在呀、啊，啊，这个正好的这个时期，哎，在我们。一个缘会之中啊，现在啊，就是已经到达最末后，哦，末后一掌，我们佛老师呢，啊，掌这个道盘已经呢第64，哦，64位，从无极，然后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哦，相中相错8864，哦，已经呢这个卦气啊都已经圆满了。所以到我们佛老师已经最末后，那往后、哦、就只有欠善、哦、没有那一种、啊、那个得到的、哦、得到可以说呢已经、哦、没有了，到我们佛老师呢为止，所以、哦、只要这一个时期啊、哦、涅槃了，那往后、啊、就没有机会了、哦、想要再回天、啊、要等下一个缘会、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哦把握、啊这个很好的、哦、这个佳期良辰，非常好的这个时期、啊我们就是要把握、哦、要能够呢赶快、啊哦、度化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哦、那往后那个欠善的、哦那个、哦啊、就是各宗各教各派、哦、那个所做的事、啊哦、那么这个传道的、啊就已经呢到我们佛老师了、啊哦这个时候为止了。有人问我、哦、解何宗报道呢摩诃般若蜜、哎、这个、哦、有人问、哦、那个啊永嘉呢、哦、那个玄觉禅师啊、哦、说呢这个了解深入研究、啊、是哪一个、哦、宗派、哦、哪一个教别、哦、然后呢这个永嘉大师回答哦，说呢，摩诃哦，般若蜜，摩诃啊，就是哦，广大大，哦，大到呢尽虚空，那个大非常大，大到没有外，哦，小到没有内，所以呢，啊，就讲说报道呢，摩诃，就是大的哦，那个般若，就是我们呐、啊，哦，那个佛性本体发挥的妙智慧，哦，般若蜜。就是呢这个般若的那个力道，因为我们有般若呢就可以离相、哦、有这个智慧啊就不会住相、哦、我们的烦恼呢都从住相来，我们不住相啊就没有烦恼。各位先生，烦恼从哪里来？从住相、哦、不管是形象，不管是语言哦、我们住在连人家讲的话那一些语言一样的就是住相、啊、就产生烦恼。那假如说我们相都知道是因缘际会才有，都是假的、哦、那烦恼就消失了，这个叫般若、哦、那个力道、所以般若就是告诉我们、啊要用、哦、那个妙智慧了解凡尘的万象、啊、都虚幻不实，因缘际会才有，眼聚则生啊，眼散就灭、哦、当下都是空的，不实在，所以我们呢不要住相、哦、所以要发挥呢、哦、那个般若是我们本性呢所具备的妙智慧。破是或非啊、哦、人不是，就是、哦、凡尘我们都落入两边了、啊哦、是跟非，那是跟非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在凡尘的是非啊有时候会很迷惑了，哎呀，似是而非了，哦，有时候对好像又错了，错了又好像又对了，
哦，所以啊，这个是是是非啊，人不是。我们呢，哦，不认识啊这个真理，不认识呢真正的哦那个啊，我们佛性本体呀、啊，它是没有哦是非，没有对待，是一个绝对体。所以呢，哦这边就讲说，或是或非啊，哦人不是逆行哦。顺行天莫测、哦、这个逆行跟顺行呢那个是我们这个修持啊、哦、不管是修、哦、顺行的或是修呢这个逆行、哦、那天莫测啊、哎、就是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呢、哦、这个启发了不生不灭的佛性那我们呢不管是顺修还是逆修、哦只要呢我们、啊、肯努力的去修持都可以到达、哦、那个成佛的、哦、那一个、哦、程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真正的修持法门、啊啊、有25门就是、哦、6根、6尘、6识然后跟七大呢就是随佛空土空见识哦，认识的是哦，这个七哦，18呢，3、6、18+7啊，25。所以凡尘的修持法门呢，哦，就是这25个哦修持法门。我们呢可以从哦这个六根呢，不管哪一根啊，我们都可以修。哦，可以从6尘，哦哪一尘也都可以修。可以从6识，哦也都可以修。哎啊、可以从呢、哦、七大、哦、所有空土空见识、啊、也都可以修、哎、所以这个25个法门它有的呢、啊、就是顺有的就是逆、哦、有的很容易、啊哦、进入有的就是不容易、啊哎、所以有顺有逆、哦、比如说呢我们用、哦、那个身体的、哦、那个触、哦、用触觉来修道那个修道的那个法门呢，他就是利用呢那个洗澡的时候啊，来体会啊。各位每天有没有洗澡？有。都有了哈，那都蛮爱清洁。所以哈、哦，那个啊、进入哈、哦、那个修道的哦那个比丘行列啊，他们要半个月哈、哦、才可以洗一次澡。半个月 洗澡的时候、哦、要排队、哎啊、然后、哦、进去洗然后、哦哎、他们那个、哎、蛮规律的啦、哦、然后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哦、他就、哎、这个想说这个洗澡那个、哦、那个水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懂这个意思吗哎，那那洗身躯哦，是在洗啥？他说哦，这个灰尘呐、啊，哦，洗尘，就是身躯抹垃圾那个尘哦，尘是无知之物啊，尘呐、啊，它有没有知觉？没有，没有哈、哦，哦，尘是无知之物。他说这个水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底呀、啊？然后他说这个洗体的话身体啊是四大假和所有空土所有空土有没有知觉没有没有、哦、既然尘也没有知觉然后体也没有知觉那谁在洗啊我们洗那么久都没有想这个问题呢、哦、各位先生竟然被他想出来啊、哦，哦，洗尘尘是无知啊哦，哎，尘没有知觉啊，哎啊，洗体体是四大假和所有空土啊，啊，所有空土伊嘛无知觉啊，哎啊，到底向咧说，竟然这样就悟到，哎，那个吼、哦，那个触哦显现了、啊，那个水跟身体接触的那个刹那就显现了 黑的佛性嘞，所以他就发现哦。无漏无漏了
就是发现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那个叫无漏。哦啊，所以无漏法，他已经发现了无漏法。或许觉得说哦，这个是我们比较日常生活中可以用的。以后各位在洗身体的时候哦，就可以用。到底是在洗尘呢，还是在洗体？原来是触接触，哦，那个接触啊，就是我们佛性啊，佛性哦接触了，哦，把那个无漏的佛性啊启发，哦，啊，他就成就了，就当下就哦进入阿罗汉，哦，这个呢是从触，然后呢还有一个哦，那个毗邻且婆娑啊，或者师长会提到他。因为他呢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完以后要回去啊、哦、那个路上在走的时候啊哦啊踩到那个刺脚啊哦踩到刺脚踩到刺不是很痛吗哦啊因为他正在思索那个佛讲的哦那个哦内容所以当时啊去踩到刺的时候啊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痛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哦，拢伫咧思索迄个吼、哦，迄、那个人生的大事，生死大事，所以吼、哦、没有感觉到痛，一直在想想那个哦佛在讲经说法的内容，啊，结果哦过了一段时间呐、啊，他的吼、哦、这个思绪啊告一段落，已经哦给他想出一个知道的答案了以后。精神就回到身体回来，回到身体回来的时候啊，这个发现脚很痛，发现这个脚很痛，啊，他这个时候突然就想到，他刚才不痛啊，怎么现在这么痛？哦，所以他就哦又发现无漏，为什么？原来我身上有一个不痛的。那因为或许有实际的哈、哦、那个哦经历、啊，所以会了解说，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呢、啊，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哦啊，身体呢是假的啦，所以弘祖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来修真，哦，不要哈、哦，不要用着我们的哈、哦、那个佛性呢、啊，带着这个假的身体去享受。我们凡人都这样啊，对不对？哦，没有辛苦去享受，结果吼、哦，咱的福星拢个高加乌骂嘛，有没有？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吼、哦，真理是假的，佛性才是真的。佛性不可思议的，只要我们去启发它，哦，叫无漏。所以吼、哦，漏尽通啊，那个已经是成佛了啦。那外道哦，他没有漏尽通，因为他不承认哦，三德大帝啊是我们真心佛性。那我们要了解到，天地之间啊就是一体，哦，那个所有的一切啊都含藏在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里面，哦，它可以生花哦万象。我们一下子哦就听这么高的佛法哦。哦，那也差很多，好像在看那个哦卡通影片。不过这个是实在的哦，哦，修到最上圣的哦那个哦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哦是一体的，哦我们这个性啊，哦如来藏含藏万事万物，三德大帝啊也在我们佛性之中，所以才有那个哦那个。永静哦，彰化那个永静不是在种花卖花吗？他那个种花哦，还要晚上给他点灯，有没有？还要放音乐给他听，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就是我们真心佛性呈现的，所以哦，那个点灯啊，放音乐给他听，他长得哦特别漂亮，很快就卖。啊，你不给他点灯，不给他听音乐哦。你种较久咧，较久才人去甲你买，哦，它就没有那么快啊生长，所以我们要了解吼、哦，有很多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当然我们开始修的时候呢，就是先了解这整个状态，我们都会很容易跟人家计较争执，那我们一了解说哦，原来是一体，没有对待，那就不用计较，也不用争执，也不用分别心，拢一体。所以你看我们落入凡尘，有两边男女要结分，那我们这个佛性如来，男女都在一体啊，拢伫个如来诶性分内底，他可以显现查甫，可以显现查某，可是他在本体之中呢，他都包含。各位先生，我们佛性是男的，是女的？讲不出来对不对？他可以显现男的，可以显现女的，可是呢，他在本体之中啊是具备。所以或许就有讲，说那个夫妻感情太好了他们会相约来生再当夫妻，有没有？有。感情很好哦，讲啊，咱来世过来做阿伯，那个真的会感情很好啊，真的会呈现的啊，上天也会按照他们的愿望，让他们再当来世再当夫妻，可是那个角色会对调。查甫的变查某，啊查某的变查甫的，然后呢，表现在他们的那个那个说话那个语调，那个男生讲话都娘娘腔，啊那个女生就粗声，那个就是前世那个夫妻感情很好，相约这一生呢又当夫妻了，就变化。先生当太太，太太当先生，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有啊，那还蛮普遍的。因为或许以前呢，住在三重的时候啊，就遇到一对这样，啊，听到他们两个在讲话真的是，查甫在讲话，跟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在讲话，跟查甫，就是不一样，那一种气势也不一样。整个看起来就是很怪的那个感觉，可是呢夫妻呢就是感情都很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凡尘的现象都是有因然后有果，有因有果，六道轮回。那我们在修道我们就是要把所有会来凡尘生的因我全部都不做，就不来了啦，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一直种因，一直种因，那一定要来啊，不管我们种的是善因是恶因一定要到凡尘来去了了之一些果报。那我们这个训练到自己能够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已经都是佛性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的时候啊，没有造业因。既然没有造业因呢，就不用接受果报，不用来凡尘出生了。所以就脱离苦海了，可以回归到本位。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在凡尘我们都会这个酝酿五蕴，色受想行识啊，尤其最多的或者就讲那个这个结婚的夫妻啊，最容易产生摩擦。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怨，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有经过那个阶层。这个夫妻之间生活，跟你讲起哥都要为买你病，你拢为头啊病，怨不怨？一点点怨，是一点点，可是累积啊，大概做代志拢无顺，无顺我的意啊，那个累积的怨就变恨，怨恨，你看怨恨。各来恼怒烦都连在一起啊，毒不毒？这个都是毒素啊。
所以哦，或者说我们在凡尘啊，一直啊运好、哦、这一些运机以后，哎，我们就会在凡尘现象。那假如说我们那个怨愤恼怒反是很明显，那我们下一次哦，就当毒蛇了。那么这一生哦，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接近了，一看到我们了哦，赶快避开，对不对？哦，假如说我们看到那一个人那一种怨愤的心那么浓厚，要不要赶快避开？要哦，是不是好像在避开毒蛇一样？像不像？很像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在凡尘啊，都是假的嘛哦。所以不要怨，也不要恨，哎，这个恼怒烦恼都不要，全部都不要运机，不要运机呢哦，我们不会到凡尘来。那我们想来哦，就是度化众生哦，这个入圣呢，记得回返度化众生哦，那个是哦愿成愿而来。不一样的，那我们成愿而来，不管什么样的遭遇啊，哦，什么样的哦那一种景象，我们都会啊很坦然的去接受，而且呢都不会觉得苦了，不会说哦我在受苦。那只要我们现在哦这个生活之中啊是不愿意去做的，哦，那环境啊强迫我们去做。那一定都有受苦的那个感觉，不管那个事情是好是坏啊，我们都会有一种哦，哎，强迫哦，被那个外在的环境啊，强迫我们去应对，哦，那个叫受苦的感觉。所以哦，那个哦苦乐呢，哦没有那个客观的标准，只有主观的认定啊。你认定苦啊，就是苦；认定乐就是乐。哦，这个跟有钱没钱哦，有地位没地位啊，没关系。哦，纵然是最哦那个下等职位的人啊，他只要是哦这个活在自己呀、啊，哦那一种自己认为的哦那一种哦理想世界之中呢，那他一定很快乐。那一样哦，非常有钱的人啊，哎，他的生活都过得哦。好像那个木偶人啊，嘎咧嘎咧啊，就是吼、哦、没有自己啊哦主张的时候，都一定被外在环境影响，那一种哦他一定不会感到快乐啦、啊、哦，因为哎那个生活对他来说啊是一种哦这个束缚哦，那一种呢绝对不会快乐。哎，所以我们哦这个对这个人生啊，哎，就是要透彻了解，哦，都虚幻不实在。那既然都虚幻不实在，就不要住相。那全部不住相，心啊就宽广，哦，一宽广啊，跟整个哦天地啊能够融会，融在一起的，跟天地融在一起，哦，很宽广，哦，心量很大，哎，过的生活啊就很快乐，一天一天啊过就过得很有意思啊。各位浅浅，现在每天在过生活啊，觉得好不好啊？好。我们台湾哦，这个环境是很好哦，不愁吃，不愁穿哦，住的也都没有问题。哎，所以啊，这个修道是最理想。哎，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要把握哦，赶快啊，把佛性呢恢复光明哦，不要呢哦沾惹啊尘垢。哦，这个凡尘的污垢一沾了以后，哎，我们这个很难去掉，哎，所以呢，我们呢不沾了这个尘垢，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哎，从我们的哦那个般若妙智慧啊发挥，哦，一切啊都不住相。五爪曾经呢，哦，这个多劫修啊，哎，永嘉大师呢说他自己呀、啊。哦，这个早年就是呢，他的累生累世啊，因为永嘉大师哦，39岁啊就归空了，哦，很早，所以哦，他的那个修持啊，就是累生累世在修，哦，小孩子就已经在修道，就出家在修道，
所以他修的那个戒律啊，哦，修得很好。那么自己讲说五哦五早啊，曾经呢哦多劫修，哎，就是哦啊这个很多生多世啊都在修道，哦不是呢等闲呐、啊、相皇后，哦不是呢啊那个普通的哦一般人呐、啊，哦那个等闲呢就是一般人，哦不是等闲，不是一般人哦相皇后，哦就是呢欺骗我们，哦没有。哦，这个永嘉大师说，哦，没有欺骗我们，哦，是实实在在的，哦，那个讲出来，哦，建法床，哦，立呢宗旨，哎，就是呢，我们已经哦了解到了这个佛性以后啊，一定呢要哦建立啊这个法床，哎，就是哦我们要度化众生呢，哦来这个求道。哦，求到这个呢啊啊，很正确的一条哦修道的道路，然后立啊哦宗旨，哎，就是呢要有这个宗旨。明明呢佛赐啊哦潮汐式，哎，这个就是呢哦上天有定的哦那个啊，有青阳旗、红阳旗，现在呢白阳旗，哦燃灯古佛，然后释迦牟尼佛。跟现在呢我们弥勒古佛、哦、所以呢这个呢是一啊一个呢上天所定的、哦哎、这个、哦、三佛长他、哦、长这个天台，然后呢这个六十四位祖师呢、哦、长这个道盘，那呢这个前东方十八代，西方呢二十八代，后东方呢十八代、哦、加起来呢刚好六十四一个呢啊，技术啊圆满，哦，那么第一家设啊所传灯，这个在讲西天的哈、哦、那个哈、哦、第一代祖师啊家设，哦家设呢啊那个第一代祖师，哦，那么华东流哦入此途，哎这个佛法哦到来西天哦二十八代的时候啊，他们啊印度的生活环境啊。就是非常的富裕，哦啊，所以啊，这个人们呐、啊，这个对修道就不那么哦热心。那么达摩祖师呢，啊，这个传道的时候啊，哎，都已经呢不顺了，哦，不顺利了，所以就把哦那个道、啊、就还给中国，哎，所以哈、哦、入东土呢，哦，这个华东流啊入此土又回来了，哦，老水还潮。哦，那么菩提达摩啊，哦为初祖，哦就是呢达摩祖师啊，把哦那个道啊又传到中国来，哦，那么当我们呢这个第一代的哦后东方呢第一代的祖师，那么六代呢哦传一啊天下闻，哎传到哦我们六祖呢就是第六代，哦天下的人呢都知道。那么哦，后人得到哦，这个何穷数，就是呢，得到的人呐、啊，非常的多，没有办法呢，哦，把它数尽了，哎，就是哦，都能够呢，从这个正轨啊，哦，长道同的哦，这个祖师手上呢，能够得到哦，这个真不立呀、啊，哦，妄本空。这个真呢，哦不立，真本来就在，哦所以真不立。然后呢，那个妄本空，哦妄呢本来就是空的，哦所以我们不要呢，哦再去呢，去除掉妄，哦所以也不用哦再求真，因为真呢，哦本来就有，哦所以真不立呀、啊，哦妄本空，有无哦俱全呐，空不空？这个有跟无啊，哦，全部呢把它遣除，哎，就是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无，哦，这个有跟无啊俱全，然后呢空不空，哎，这个第一个空呢，哦，就是讲到我们空间，那不空呢，就是我们佛性啊在空间之中，哎，所以空不空啊，哎，就是哦真空。哦，那有没有形象就妙有，嘿，所以我们了解说有无俱全，
哦，或者以前的师上讲说，我们的佛性哦，哎，它奥妙到不可哦用语言来说了，哎，所以那个时候才讲说，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请问这个是什么现象？是有呢还是没有？就讲不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佛性的本体，哦，它既不属于有，也不属于空，不属于亦有亦空，不属于非有非空，都不属于的。哎啊，所以吼，哦，才有说缘语道断，心行除灭。哦，在讲缘语道断，心行除灭，都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哎，就是那个样子。哦，这个想也不能想，讲也不能讲，啊，可是啊，就是那么切实存在。哦啊，所以这边呢，哦，有无俱全啊，空不空？二十空门呐，啊，哦，言不着，哦，这个二十空门呢，啊，因为在呢那个涅槃经里面啊，这个佛只有讲十一个空了，啊，这边有二十个空，所以或许要去找，哦，把这个二十个空呢，哦，全部都呢这个写下来，哦，第一个呢就是内空，哦，第二个外空，第三个内外空，哦，第四个有为空。哦，然后无为空、无始空、性空、相空，哦，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无际空、毕竟空、无性空、无变异空、不可得空、生异空、地异空、空空一切法空，哦，啊，所以呢，这个二十个空门呐，啊，言不着，哦，这二十个的空啊，都全部不着。哦，所以要了解说不着于空，啊，哦，不着于有，我们在凡尘呢都是着于有，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把有去掉，那怕我们，啊，进入，哦，那个空，因为，哦，着有容易，哦，我们可以，哦，这个去消除，啊，这个有，可是着空，哦，很难救了，哎，所以先把那个空哦堵住了，哎，所以二十个空门呐，啊，哦，言不着，都不着于空。各位，假如说有哦接近呐，啊，哦一些那个消极的人，就是想自杀的人，他就是消极。那我们要劝他哦，把那个自杀的念头去掉，非常不容易，对不对？那个就叫着空了，啊，他已经着空了。就是什么希望都没有，那个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跟那一些想自杀人讲说，我们到凡尘是来还债，啊，你债都还没有还完就想逃，哦，逃避，啊，那不可以的，哦，一自杀呢要先到王死城去关，关到你的寿命到了，哦，才从王死城放出来进入地狱，那你那个王子城都是多余的给啦，都爱乖，然后我们这一生一自杀了以后，在我们现婚之中有暴力，那下一生我们再来转世又会暴力对待自己啦，所以又会自杀，所以恶性循环，啊，要了解不能逃避，欠人多少就要害啦，不可以说啊，不爱海造造的边海，这个上天，给我们算得好好的，我们造没关系，你现在造好戏人再来海，要不要玩啊？所以要，所以我们才有那个，众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有没有？这个纵然经过百千劫，就是怎么久的时间啊，经过了我们所作业不亡，所以欠人的，都没无义啦，一定爱害，人若欠人嘛，一定爱吐，拢滴的啦，所以因缘会遇，只要因缘碰上了，果报还自受，
一定要接受果报。所以我们这个修道第一个就是要相信因果，因果是绝对的定理，有因有果，不是说我们研究这个因果就是落伍了。落不落伍啊？不落伍哦。那个新潮派的人啊，他不研究因果，他也在因果之中哦。要不要吃饭？要不要呼吸？那个吃饭呼吸在瓦嘛啊，伊若不相信因果，话满面讲，啊满面呼吸，对不对？合不合理呀？合理的哦。不相信因果，那你不要吃饭。你不相信因果，那你不要呼吸。所以凡尘哦，都在因果之中，一定要相信。难道我们因都不造，业因不造，果报就没有？业因造了很多，我们想逃避也逃避不了。我们凡尘的法力呀，我们可以钻漏洞。那个天地的那个法力呀，我们钻得了漏洞吗？钻不了的哦。那个这个天眼灰灰湿而不漏，不会漏掉的。这个果报呢一定会呈现。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要看得很远，不是只有一生一世，它可以很多生很多世很多生很多世呢才呈现果报。所以呢，我们二十个空门呢，都不着，不着以空，很重要的一线如来体这个体啊，自同我们那个如来这个十方如来同一个法身，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一线如来这个体啊，都是相同的然后呢，这个心啊是根，法是尘，心呢是根根源，然后法呢是尘，两种呢犹如啊镜上痕，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这边的那个心跟法，心法，我们要了解在凡尘啊，我们所用的它有比较呢，那个粗浅的。然后呢，也有比较呢，这个深的。那我们一般呢，接触了以后啊，都是比较粗浅的。那粗浅的呢，我们用的心啊，就会用根尘相对，那个生灭的心，就是四心呐、认识的心。所以那个心呐、是根，然后法呢是尘，那我们对呢这个法，就是要了解，一样呢有那个下圣法。有中圣法，有上圣法，那都是要我们成佛这一些法是要我们成佛。可是呢，假如说我们都住在那一种程度上那个比较低的那个程度上，我们都住了，那就变成两种呢，犹如镜上痕啊，就是呢那个明镜啊上面的痕迹。那镜子上面有痕迹呀、我们要照那个镜子啊，就不会清楚的显现，所以我们要把那个镜上的那个痕迹呀、要擦拭的干净，把我们的心跟法都去掉，这样呢，整个心镜啊就明，所以这边他讲的那一种那个镜上痕，那个心跟法呢。都是比较的那个粗浅的。横过呢近处啊光死现。那个横过呢就是我们那个心境上面的那一些尘垢那一些痕迹啊，我们都把它除尽了，我们呢佛性的光明啊它就会呈现光呢死现。那么心华双旺呢现啊即真。我们把呢那个心跟法两个、都把它忘，都不要呢记在这个心上，然后我们那个性啊就真了，所以这边的那个心呢、就是我们根尘相对的那个心。
那华呢，也就是我们哦，从这个凡夫地呀、啊，哦，一直修持，哦，要达到达佛地呀、啊，哦之中的那一些过程，哎啊，这个呢，我们都把它呢，哦，去除掉了，像哦，两个呢都忘掉，那我们的性啊，就是已经恢复到真，哦，那么皆末华二十四啊，哦，皆就是感叹。感叹呢，现在已经呢到末法时期，哦，已经呢这个哦时事啊，已经走到很好、哦、恶劣的时候，哦，感叹呢末法二十四，哦，众生呢哦这个福啊啊很薄，哦难调制啊，众生的福啊加薄啦，很薄，哦。各位浅浅，现在众生的福是很厚呢，还是很薄？很薄哈、哦。可是我们台湾福很多啊，哎，你看生活哈、哦、都很过得很好啊，哈、哦，这个物质啊都很富裕呀、啊，哦，都不错的。可是呢，这个在讲哈、哦，是讲在我们那个性分之中了、啊，哎，不是在现象。哦、我们在现象享受的哈、哦，倒是都不错。可是呢，我们、哦、那个、哦、佛性里面呐、啊哎，就是、哦、没有累积、啊、很多的那个德、哎，所以我们现在众生呢很难、哦、来调制、啊哎、就是、哦、要怎么样、哦、把这个众生引导到呢、哦、那个佛的境地、啊、比较困难、哦。众生因为没有很强烈的欲愿。各位先贤，有没有很强烈的意愿呢、啊？想要成佛？有，没啦。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哦，都会觉得说，哎，凡尘也不错嘛，哦，哎，所以就没有很强烈的那个意愿哈，哎，说要成佛，哎，那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成佛跟我们的意愿呢、啊、很有关系。我们只要说很、哦、积极的、哦、很强烈的一直、啊、想脱离苦海，嘿，那个、哦、就真的可以达到。那假如说我们还很贪念、啊、这个凡尘还很好玩、哦、那对呢、哦、那个脱离苦海的那一种欲愿就不高。那假如说欲愿不高呢，我们那个力道就不强、哦、修持下来哎，就会哈、哦、坎坷。那假如说我们意愿很强，哦，那个是不怕呢，那个阻碍不怕困难，哦，那个成就啊就会很快很大。哎，所以哈、哦，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哈、哦、那个意愿。气盛呢，哈、哦、眼虚呀、啊，邪见生，哦，就是呢离开。这个圣人啊，视现在凡尘的时间啊，已经很远。那我们的哈、哦、邪见、啊、很深，所以哈、哦，现在很多人看到哈、哦、这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啊，嘿，写这个样子哈、哦，他就不哦不服气呀、啊。他说怎么会哦邪见深？所以哈、哦，各位浅显，因为哦那个佛把那个邪见啊。哦、就定在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全部都是邪见、啊、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都是用这样的、哦啊、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的心、啊、在生活，那我们、哦、在日常用、啊、就已经在用邪见了，我们承不承认？承不承认？我们一定说阿弥陀佛做邪见。所以哦，这个讲邪见跟正见的，我们就要了解。哦，我们一再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哦，那个啊，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无念的时候啊，叫正念；正念的时候啊，叫正见。啊，正见哦，就是佛知佛见，哦，就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生发的知见，佛知。佛见，那不是这个
佛性本体生发的，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根尘相对产生的六识，那个就叫邪见。那我们一般会称为我见，我见就是邪见。那我们假如说不研究的话，不了解说，原来正见跟邪见差别这么大。那为什么佛会把根尘相对称为邪见？因为根尘相对的那个念头它会变化。六根跟六尘相对以后，那个变化很大，所以产生的念头都不会一样，每一个人也都不同。那我们把这一种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当成自己真心，所以最大的那个这一个让我们会六道轮回的因就是在这里。我们把这个心四心生灭的四心当成真心，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是很重要的啦，因为我们一般的生活就是这样都是根尘相对，然后产生那个六识。那六识产生了以后，我们去处理凡尘的这一些事，是不是这样处理？都是这样处理的啦，很少是说用我们那个佛性本体所发的来处理凡尘的万事万物。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习这个万念都放下，然后一念不生，我们有那个觉性用那一种佛性所发的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我们应对进退都用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来应对不会造业，所有都符合真理。可是我们根尘相对那个都变化无常，都一直在变化。那我们从那一些变化之中产生喜欢讨厌，对不对？我们喜欢讨厌喜欢就想拥有，讨厌就排斥。那么在这个取舍之间我们业就已经形成，就已经造下来了。所以形成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然后呢我们去面对果报的时候又不甘愿就怨天尤人。所以就这样在因循这个生活。然后我们研究这个真理了以后，就是要用执心那个执心来应对凡尘的这个万事万物。执心呢就是道场，执心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所发挥的。那因为我们在应对万事的时候不可能说等到你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再来思索再来想怎么应对，有时候是要赶快马上处理所以马上处理的时候就是用执心用那个呢那个反射的从我们佛性反射出来直接的执心来应对。那个执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发挥出来出来的。第一个是足心，然后呢第二个是身心，再深入呢就是大悲心。所以足心、身心、大悲心大悲心也就是菩提心所以这个呢都不会有业不会造业所以我们就是要从根源去止断我们造业的那个因我们因都不造呢自然就不会有果报所以这个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呢因为离圣人在凡尘的时间也很久了，那我们邪见很深所以这个
要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哦，邪见很深，哎，就是因为不启发正见，他都用自己啊根尘相对的哦来生活，所以呢邪见啊很深。那么魔强法弱啊，哦，多怨害，哦，这个呢魔现在很强，他法很弱，哎，就是哦那个正法。哦，非常的没有力道了，啊，那一种魔力呀，啊，很强，哦，那个引诱力量很大，哦，魔强，法弱，法很弱，所以哈，哦，各位就可以看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些哦学子，一些学生呐，啊，这个晚上哦晚上都不睡觉，做什么上网，哦，都会玩到天亮。很多都这个样子，那个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哈，哦，那个魔力啊？那个就是哈，哦，魔强，魔很强，哦，法很弱，哎，这个正法很弱。只要说他哦在追求学士啊，哎，就是要哦这个考试用的哈，哦，那个学校用的那一些呀，啊，他那么努力呀，啊，就好了，哦，都努力到天亮。那成绩一定是很理想，对不对？啊，他们是不是上网都是在研究这一些他们哦学校用的？都一定不是，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就是魔强哦，然后滑落，哎，我们现在真的是哦，应该是算蛮可怜的哦，被魔引诱都还不知不觉，哎，都很高兴，哎，这个魔。一招呼啊，我们到第五去啊，哎，都说好好，走得很习惯，哦，那有好多这个佛菩萨说让那去天等，哎，众生说只羡鸳鸯不羡仙，他不爱去啊，佛菩萨也很无奈哈，哦，会不会很无奈？哎，这个都在虚空之间呢，要帮助我们。哦，这个佛菩萨呢，一直啊，现在打帮助道，帮助我们修道。可是我们众生都不花心修哦，哦，所以佛很无奈。哎，我们要了解说，哈，哦，一定要自己呀，啊，能够呢，哦，花心来修道，这样呢，哦，这个成愿而来的这一些呢，佛菩萨他们才有那个着力点。闻说如来，哦，这个顿教门。哦，混布呢灭除啊，令瓦碎。哦，因为这个哦魔强滑落的时候啊，哎，我们哎众生呢都呢产生了，啊，那个多怨害。哦，那听到呢啊这个如来的这个顿教法门，可以呢使我们从哦那个众生的位阶啊，一下子呢哦就到达哦那个佛地啊，哎这一种顿教门。那么混布呢灭此啊令瓦碎，哎，就是要把这一种上正哦这个佛法把它粉碎掉，就是不要讲，哎，这个你不讲的众生都不知道啊，啊你一讲的众生知道就会追求啊，哦啊，所以呢，哦混布灭此啊令瓦碎，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哎，所以我们哦要知道说哦这个凡尘啊。只有力哦，而起霸有狼哦，每一种人都有哦。这个不希望我们呢哦，这个回到呢哦那个本位啊哦，当佛。那么坐在心呢哦，央在身呐，啊，哦，不虚呢啊，愿事啊哦，更由人。哎，所以那个哦，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坐在心呐，啊，哦，央在身。我们假如说心里面有不好的念头。哦，那个哦，坐在心啊，心有不好的念头，然后那个遭殃啊，就是我们的身要去接受，哦，身体要去接受那个遭殃，哦，那个啊灾殃，哦啊，这当呢我们接受呢灾殃的时候啊，哦，不需呢这个厌恕，不要呢到处去埋怨啊，哎，这个我们哦一接受啊一些哦灾殃的时候啊，一定会哦。哎，到处去诉苦，会不会？哎，拢去导红听吼，
到处呢这个四苦，所以哦，我们要知道说啊，都是从我们的心呐、这个行处出来，为心走出来，辛苦呢在接受那个灾殃，所以呢不需要呢怨恕啊，更由人，就是啊埋怨人也不要。不要埋怨别人，要埋怨自己呀、怎么那么没有智慧？爱嘿，爱美家己，讲吼家己拢无智慧，即系去做一寡迄罪过吼，辛苦咧担。义德这个不招无间业，我们要呢得到这个不招来那个无间。那个无间地狱的罪业啊，所以我们这个之前啊，那个有讲过呢，那个忤逆罪啊，那个无间地狱啊，那个忤逆罪。可是呢，我们那个忤逆罪啊，讲解的时候啊，是讲在修持方面的那个大慧菩萨呢，问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忤逆罪，那佛就讲内忤无间呐、各位还记得吗？那个杀父就是杀掉无明，杀母呢就是杀掉贪爱，然后呢杀阿罗汉呢就是杀掉自私，破恶而生啊，就是我们五蕴啊不积，不累积五蕴，然后呢那个恶心出佛身血啊，就是呢我们。把我们这一生呢当作最后生，往后不再来了，所以我们用恶心来出佛身血，这样呢可以立证佛的果位，马上啊证悟啊佛的果位，那个是内无无间呐、然后呢这边呢我们就是讲这个义德不遭无间越呀、那个是外无无间，那么外无无间它是讲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然后呢破和合身，恶心呢出佛身血，所以有这五个、是很大的罪过，要进入呢阿鼻地狱、就是受苦没有间断，我们在呢那个十八层地狱啊。那个受苦都还有那个空间可以休息呀、休苦者他休困者再搁在闲欢没有一直呢那个受苦，可是呢在阿鼻地狱啊，那个受苦就没有间断，无间地狱那个呢是罪过、比较大的，那我们要了解说身体的由来就是父母亲呢。把我们这个生下来，然后把我们抚养，那个恩情很大，所以我们不能这个反过来这个杀父杀母，那个那个天地都不容许呀、罪过很大，所以真正的杀父杀母就是要进入啊阿鼻地狱，受苦无间。所以我们要遭这个无间呢那个第一的罪，就是呢做这五件事啦，五种事，那我们五种呢都不做，就不会进入无间地狱，所以呢义德不遭呢无间越啊，莫谤呢如来正法人，所以这边这个讲说我们不要进入阿鼻地狱啊，最重要就是不要诽谤如来的正法的，这个如来的正法，就是使众生可以成佛的方法，那个呢不要诽谤我们去诽谤这个啊罪过最大，比那个忤逆罪还大，这样了解吗？因为这个佛讲的法是要众生成佛，那你把它诽谤让众生呢这个不敢去修这样的话罪过比那个忤逆罪还要来得重所以莫谤，不要诽谤如来的正法人。旃檀林无杂树，意密这个深层狮子柱
哦，这个旃檀林呐，哦，无杂树，哎，这个就在讲哦，我们那个哦闲观，哎，就是我们那个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呐、啊，哎，那个哦那个整个啊那个环境的状态，哦和旃檀林哦无杂树，哎，就是哎我们那个哦啊佛性的出入门户，哦那个呢旃檀林无杂树，那么一哦。这个意密哦，生成呢狮子柱哦，在这个这一种哦环境之下，哎，那个哦意密生成呢，哎，就是讲我们哦形容啊，我们这一个地方哦，然后呢，我们那个狮子就是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住在那里，了解这个意思吗？哎，用呢那个景象哦来。哦，比喻的、啊，哎，比喻说我们的哦那个真心佛性啊，哎，就是住在那里，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历代呢证悟的哈、哦，哎，都把那个哈、哦、有一些秘密啊，借着景象把它讲出来，静静呢，哦，林间啊，哦，独啊、哦、自由，哎，这个静哦环境啊很哦清净，那么在林间。哦，就在呢我们那个啊、哦、很理想的那一种环境里面，哦，独自有，它独一无二的，哎，然后悠游自在，哦，自由自在的，哦，在呢那个很啊殊胜的环境之下，哦，走兽飞禽呐、啊，哦，皆远去呀、啊，哎，那么这个地方呢，哦，一些呢走兽飞禽，哦，都已经呢远离了。远离呀、啊，我们呢、啊、哈、哦、那个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啊，哦那个真理的领域呀、啊，哦这一些呢，飞禽走兽啊都远离了，哦都不在呢啊这个附近，哎所以哦这边讲走啊走兽飞禽呐、啊，哦皆远去，那么狮子儿哦众随后，哎这个狮子儿，哎那个狮子哈、哦。哎，就是佛，然后狮子耳就是菩萨，哦，所以这个菩萨呢，哦，众随后，哎，众人呢都跟随着，哦，这个菩萨。那么三岁啊，便能哦大笑佛，哎，就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佛性啊，如普的三年以后，哦，三岁啊，他就能够哦发挥了，哦，就可以发挥啊，哎，功能作用。我们平常哦，就是要了解到，哦，启发了以后，那才叫出生呐、啊。那要经过哦三岁，经过哦三年的哦那个乳哺，哎，爱改服用，哦，以这样行路，这样食饭，哦，所以要经过哦那个哦一段时间的乳哺。可是呢，不要很久哦，只要三岁，他就能够、啊、大效果。三岁以后就可以发挥啊，哦，那个，哎，功能作用的就可以哦发挥出来，哦，可以呢把那个真理呀、啊，哎，又阐释出来。若是野干哦，这个哦，执法王，这个野干哦，就是狐狸，哦，狐狸呢，哦，就叫野干，哦，是狐狸的一种，哎，假如说这个野干呐、啊。哦，追逐啊，哦，法王，哦，跟随呢那个法王呢就是佛，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哦，有一些啊我们这个凡尘的现象，哦，有一些这个狐狸啊，哎，它就是装模作样，然后呢这个跟随在哦那个啊这个善知识的哦那个周遭啊，哎，他想哦得到好处了、啊。哦，所以这边呢，他就讲哦，追逐啊那个法王，百年呢妖怪、啊、哦须开口，哎，这个哦百年的妖怪，哎，就是哦他心胸不正，哦，这个做出来的哈、哦、部分符合真理呀、啊，哎那个哈、哦、百年的妖怪，然后讲出来的一些哈、哦、那一些话，哎都不实在哦。所以呢，这个虚开口，哎，那个哦，哎，假如说能够了解真理呢，都不会啊，哦，去听他的
哦讲说啊，哎，不会受他影响。那么圆顿教啊，哦，悟人情，我们接受呢这个哦圆顿，哎，就是哦从凡夫地啊，一下子哦就可以到佛地。那个圆顿教啊，哦，悟人情，就是呢不能修人情道，哦，那我们大部分呢都会哦走入那个人情，人情世故啊。哎，这个修道啊，都会有沾了一些哈人情世故。那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哦，要了解到哦，这个修持哦真理呀，哎，不能讲那个人情，哦，一定呢要追随真理，要跟自己呀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来修，哦，不能呢啊修人情道，人情道呢修不成的，哦。犹疑啊不觉哦，直须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哎，我们假如说有疑问的话哦，一定的要问。好，哦，各位前贤，不管是哦认为啊哎很小的哈，哦，一些疑问呐，啊，也一定要问。哦，因为我们有时候不问啊，那个怀疑哦就会产生颠倒。那颠倒以后哦，我们就荒疑。荒意呢就无明，无明哦就悭贪嫉妒啦，所以我们从哦那个怀疑啊，哎，一直到悭贪嫉妒，它都有连带关系，哎啊，所以我们呢哦就是要把啊这个怀疑呀，啊，哦全部都去掉，怀疑就是解怕感，哦怕感哦爱给套捆，套捆的话啊哦没有那个解就好了。那假如说有结哈，哎，我们修不成道，那个结在心中啊，哎，那个道就修不成。各位心中有没有结啊？都没有啊，没有是最理想哦。那或许呢，都会讲，越努力修道哦，那个问题会越多，因为碰到的哈，哎，都自己呀，啊。没有经历呀，啊，哎，啊，不知道怎么样去哦应对，啊，所以我们哦遇到这种情形啊，哦有疑必问，一定要问，哦，因为有哦经历的人啊，他会给我们一些哦哎良好的一些哦意见供我们参考，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哦那一些呢颠倒的情形发生，哎，所以哦有疑呀，啊，哦一定要问。哦，所以有疑不决，哎，就是哦还没有办法决定，哦，直须真呐，啊，一定要哦努力的来争取，哦，争取到呢这个答案，哦，这个很重要，哦，不是呢啊三生呢成人我，哦，这边呢这个永嘉大师讲说呢不是呢哦这个三啊生。哎，就是哦，讲他自己呀，啊，哦，永嘉大师自己，哦，在成啊那个人我，哎，不是在分别心，哦，呈现的人我相，修行呢，恐落呢，哦，断残坑呐，啊，我们就怕哦，修行呐，啊，会堕落，哦，进入啊那个断见呐，啊，跟残见，哦，那个哦坑中啊，这个断见跟残见呐，啊，是我们凡尘呐，啊。哦，时常会用，比如说，哦，这个我们呢，这个时常听到人家讲，说哎，福德有福故啦，吼，啊，众生的拢众生，这个叫常见呐，常见，哦，然后呢，说一了百了，哦，自杀的人呐，啊，哎，他就一了百了，那个叫断见。那常见呐，啊，哦，跟断见呐，啊，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也会用到了。啊，黑的身心安呢，还有这个常见呐，啊，哎呀，无黑的代志呀，还有这断见，有没有？我们生活之中常不常用？很常用哈，哦，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修道呢，啊，哦，不要堕入哈，哦，那个常见，啊，跟断见。因为常见跟断见哦都不符合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哈，哦，哎，就是要中道，哦，要在中道之中，哦，不落入常，也不落入断，
因为哦断见很危险，那常见我们不会变化，那不会变化的哦，假如说不会变化的话，我们要不要修道？就不用了啊，因为不会变化，所以哦不是那样的，那样不合真理，所以不能落入呢常见，也不能落入断见。假如说我们在凡尘，我们说哦不度众生，那个叫断见。我们很努力度化众生，那个叫常见。啊，怎么样才不落入呢？断常。各位浅浅，怎么样才不落入断常？就是呢，我们很努力啊，度化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就没有断，也没有常啊。懂这个意思吗？我们很努力度化众生哦。叫常见啊，我们不度众生哦，叫断见啊。那我们哦，很努力度化众生，没有一个众生是我度的，这个就是中道。现在了解意思吗？我们从真理来分析哦，因为众生呢，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是假的，所以我们度化众生呢，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所以哦，众生的修道是要自己发心来修，他自己发心才是主因呐、啊，主要的原因。那假如说他不修的话，我们哦再怎么度，再怎么度哦，都度不动的啦。所以我们努力的度化众生，没有一个是我度的，那个才符合中道啦。这样懂吗？因为众生是假象哦。那我们不要把众生定位，说它是固定的，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修行啊，恐落断肠坑，那我们不要落入那个断肠坑，不要落入那个坑中啊，这样了解吗？还剩下呢这个十四分钟，我们还刚好讲到这个友谊啊，不觉直须真。有疑问的时候一定要问。还十四分钟，各位有问题吗？给各位问。好，请说。我们说一代名师是济公佛法，一位菩萨是一代名师。那我们天台师尊也是一代名师，那他会说，他这样为什么点到是我们济公活佛的亲身？请天台师解释一下。好，请坐。因为我们最后呢六十四代的这个掌道盘我们这个佛老师跟业慧菩萨，这个比较特殊啦。这个以往呢都是一位的，那我们现在呢有师尊师母，那我们要了解呢这个是同长都是长这个道盘，那我们一般呢都是我们佛老师来这个点道，那个说天然古佛是我们佛老师已经归空了以后。我们老母封给他的一个封号，是相同的。那我们在办道的时候都是以浅谈的，然后呢，我们佛老师借着点观师的手来点开我们那个玄关窍，那个是要掌道盘的祖师才有的前辈啦。当然，我们师母也是可以来点。可是呢，我们师母都会这个礼让给我们老师啊，所以事实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样子，是一样的啦，不要说国位那个封号名号不一样，也就不同，以为说不同人，不是的，是相同的。还有吗？好，请说。老师好，好。后学我曾经
后，就会带大家做万有放下的休息。这个各位亲人对那个万年放下怎么做都还不很熟嘛，我们哦把那个纲要就是万年放下哦，我们先记得，然后呢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哦真正的什么都放下，不能有一言哦来干扰哦，我们想到什么那个叫眼哦啊，那个也要放下啊，全部都放下哦，我们啊不起心动念，在全部都放下不起心动念的时候，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有那个觉在哦，有我们啊不生不灭那个哦那个真心佛性啊，它的本体在这个时候，唯有在这个时候啊那个本体才会呈现。不行呢，以往都讲我们的佛性非常有修养，只要我们跟他争哦，他就会退位，让我们唯有我们哦把所有都哦放下以后啊，哦佛性的本体才会出来，他才会呈现的。那我们就是要认识哦，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一个啊不生不灭的哦真心佛性本体啊，它就是哦那个不离当处哦常湛蓝，不离当处常湛蓝，就是在这一种观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那一个哦那个佛性的本体啊，就整个都呈现都出来了，整个都呈现。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往在讲哦那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那个当念各位浅显当念就是这个状态，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的状态叫做当念，不离当念，这样懂意思吗？不是有念头，那个念哦是没有念头，没有念头叫做正念，我们有念头叫做邪念，已经哦不正了，邪了，那你都没有念头叫正，正念是从佛性发挥的正念，然后呢那个正念哦，我们用另外的文字啊叫做佛知佛见，佛的知见，然后我们再用另外的文字来讲这一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一个当体就是佛，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说见性成佛有没有，这个就是见性，这个就是成佛，这样知道吗？有没有很亲切？很亲切哦。所以哦各位浅显我们本身就是佛哦，各位看哦，几尊那几尊拢谁啊？叫做谁啊？几尊那几尊拢分呢？知道吗？谁啊？自己耶，我们每一个都是嘞。晚上哦，这个睡觉的时候啊，要告诉自己，我就是佛，欢喜爱困未去。好，请说。好。你有讲那个六根生六尘生六识，什么七？七大。那请问是那个字怎么写？好，请坐。那个哦，是我们哦在凡尘啊，能够哦修持的一些法门，哦从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哦、六根，然后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哦、这个都可以、哦、可以修啦，六根、哦、各根都可以修，六尘各尘也都可以修，然后从六识就是从、哦、眼
眼睛对哈、哦、色尘产生的哈、哦、那一个啊哦视眼视，哦眼耳鼻舌身意六视，六视呢我们日常啊用的都把它当成心了、啊。啊，这一个心的来源，就是我们根尘相对以后产生的、啊。那这个哈、哦，我们从六识来修也可以，所以才修持里面哦，有顺跟有逆。那顺修哈、哦，就是容易进入了；逆修哈、哦，那个要累生累世的、啊，就是要哦这一生修，来生再修，再来生再修，就是要很久修很久。那个逆修比较不容易呀、啊，哦，这个哦三六一十八，哦十八个修持方法，然后呢再加哦七大，就是呢水火风土，哦这个五大，然后空，哦见，哦我们那个哦眼根的见，然后跟识认识的识，哦这个呢是在楞严经里面记载。就是二十五门修持方法，那个呢最好的就是耳根连通，就是从我们的那个六根里面的耳根来修，那个耳根连通对我们来修比较容易的，所以都会推广，我们时常可以听到这个从耳根的修持，是这个样子。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哦，都可以。可是呢，我们修的话呢，我们就先哦选择啊，先了解真理。了解真理以后呢，看我们哦这个适合哪一种修持方法，我们就从那一门一门深入。还有没有？还有四分钟。好，请说。刘讲师，请教一下，那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哈，因为我们是。知道声音的那个，听到声音的那个是佛性嘛？那会有感觉是觉得说无限大无限大，那这种念头是为什么会有？就是跑出这种念头是对的。念头怎么样？就是会有感觉说，因为我们听到声音，知道那个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嘛，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心里产生那种无限大的那种感觉呀、啊。对呀、啊，这。因为或许不知道，就是说做的时候有产生这样子的念头啊，不知道是到底对还是不对。好，请坐。谢谢。这个我们哦，这个做耳根圆通啊，哦，因为在推广哦，这个耳根圆通，因为它修的方法很容易呀、啊，它很快哦进入，所以先也要了解说哦，这个我们在这方面啊，哦。一定要先知道说耳朵的功能就是听，然后呢我们第二个闻、哦、那个闻跟听啊，听、哦、是耳朵的功能、啊哦、然后闻呢已经加入、啊、我们的心意识，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啊，加入我们心意识，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啊，都是用第二种那个闻、哦、所以我们闻啊是很习惯的。那么第三个就是稳性，那稳性是佛性的，那佛性我们要了解说启发佛性的时候啊，就跟第二个稳有一点不同，因为第二个稳我们要详细的去听到那个内容，听到讲话的内容，声音的内容一定要了解，我们才会应对。然后呢，那个稳性它不是这样。闻性它是重点在，那个谁听到谁知道，那一个重点啊是在于能够听闻的那一个佛性啊，能够听闻佛性呢寄托在耳朵，让我们能够听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应用的时候啊，就是。生有啊，亦非生。生有的时候啊，不是我们闻性产生的。生无啊，即无昧，就是声音没有的时候，我们闻性也没有昧。所以闻性哦，没有生，也没有昧。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有念头，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是在用耳根，那假如说我们用念头的话，那变成用意根加入啊，哦，意根，那用意根来修的话，那会变化很大。哎啊，我们哦就单纯就在哦哦耳根就好，耳根呢，我们就是先哦启发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心，然后我们用耳根哦把我们的佛性啊能够哦扩散到整个哦这个空间，因为只要哪个地方有声音呐，我们就会啊哦耳朵的稳性啊就会呈现，啊呈现声音呐，就表示啊我们佛性啊有在声音发生的地方，那声音哦它不久就变化哦会消失，可是我们的佛性呐哦呈现以后它并没有消失，它一样在。那只要有声音的地方同时呢有好几个地方有声音，我们同时呢都知道，啊同时知道的时候，佛性呢就整个都伸展出来，那伸展出来的时候啊，整个佛性就充在这个空间，那声音变化没有了，我们佛性一样还在。修耳根圆通就是要修这一个重点呢，是要把佛性能够跟空间合成一体，啊，所以到我们这个很熟悉的时候啊，这个很遥远，所以只要我们肯专心的做，比如说很远的地方有救护车来，本来我们都一般人都还听不到，可是我们做耳根圆通竟然会事先去听到，还很远的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有那个救护的车要来，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的佛性的那个伸展度啊，已经延伸到那么宽广的地方，啊，越来就越宽广，嘿啊，然后我们有讲说尽虚空，就是整个虚空全部都呈现了我们那个那个稳性，这个是修耳根圆通我们要达到的那个功效。不能再用意根，不能让它有起心动念，不要有念头，这样了解吗？会不会冲突？就是你专注啊在稳性就好，啊不要我们在听声音的时候不要去分辨声音的内容，因为我们分辨声音的内容会返回来变成第二个稳变成第二个闻，闻的时候，咱都要知影那个内容，声音的内容，这样了解吗？那我们知道声音的内容，各位浅显，有时候我们就会住相，就会产生烦恼。那我们不要进入声音的内容，只是要把闻性延伸，重点在这里，然后我们单纯。越单纯就越好修道，这样了解吗？超过时间了。